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我也是痴心妄想。 阿木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不容易，哎呦，索性，没想到，我还能生还京师啊！哎呀，索性。 您这是吉人自有天佑，能从那百万军中平安归来，您这就是弥天大勇啊！我这是舍不得老兄弟们呐！哎，我就想着，我要是战死沙场，胜一缕惊魂，我也得回来看看老哥几个。索性爷爷，您脑鬼就不合适了吧？什么脑鬼呀？大家伙都盼着您赶紧回来。 今天特别交代的，让文武百官在这西华门等着您呀！这是皇上的恩典，是辛苦了，辛苦了！哎，我听说，沿街都摆了香案，说是要给我点香祭祀啊！老苗，这是你出的主意吧？哎，我不，这是礼部的主意。什么礼部？行了吧？哎呀，你怎么还冤枉我呀？你看看啊！ 你盼着我早死，对你有什么好啊？你看看啊！哎，你看这狼一窝狗一窝的，我死了你能对付得了他们？哎呦，可不是嘛！我也这么想的。哎呦，你死到清静了，这帮小子一个个往上爬的都不守武德了，非得拿枪子给我打透明了不行？早晚你得死在他们手里头，可不是嘛？可不是嘛？ 回来喽，回来喽！你没缺点，太不容易了。来来来来，皇上还好吧？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啊！臣临行中叩见皇上。哎，谢皇上，雅各萨，你立了首功，这次你又立了功，朕想赏你点什么？要是仗打完了。 臣想回去一趟，战死了不少兄弟，他们想埋骨家乡。朕知道，各有恩赏。你呢？你想要些什么？本来有你这句话。 朕应该马上就放你回乡的，但是现下不行。朕收到军报，雅各萨在重新建成了，明明投降了，还要来救朕。皇上，臣这就带兵回去，打到他们服气为止。你带的那些兵，可会想家呀？
是想还是不想？想，自然是想。可是当兵打仗，在自己祖宗的土地上，哪儿？ 归安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哎，皇上，哎呦，皇上，哎呦，哎呀，皇上，我这，哎呦，哎呦，属相，属相，皇上，奴才还以为不能活着回来见您。皇上说呀。 他一心尚存，也要回来闹鬼呀！幸好他活着回来了。来，皇上，所相啊，这次真的是苦了你了。皇上，您别哭啊！皇上，奴才不是回来了吗？来，坐坐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奴才自幼长于弓马，战阵之间倒是没有什么可怕的。皇上。 臣觉得所相这次回来也黑了，也瘦了。依臣看啊，应该给他找个太医看一看，让他在家好生调养几日，再回来本事。不必，皇上，奴才一息尚存，就要勤于王室。哎，高相不必废话。朕知道你昨日回来，派人把朝报给你送过去了。是。不知道你昨晚可曾看过？回皇上，奴才看了，这。 准噶尔，他也是久怀反制。暂且不说也罢，但是这晋府陈皇实在是太不像话了，竟然抗旨不遵，皇上已经把他们革职留任，摘了帽子，他们还敢抗旨，这简直是，这是要造反呐！这所相看起来身体还好啊，真的是生朕无两啊，奴才。<笑> 奴才是激愤所致。昨天看了朝报，奴才就想从炕上爬起来，拿把刀把这两个人人头砍下来。哪有这样的大臣呐？莫名其妙嘛！皇上，哎，屠克图汗和他的女儿都来了，请皇上的事怎么见？哎呀，寨主子上门，好好招待。 但是如果是召见他们的话，朕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此事在意吧，今日看到所相安然无恙，朕也就安心了。有什么难事都往后摆一摆，慢慢议。皇上，有的事还是不能慢慢的议呀。奴才看到皇上给河道上下的旨意，那真是全权之意呀。奴才看了都感恩涕零。 可是，晋府陈皇这两个小子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，这还了得！再不管束，那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皇上，奴才请六部共同议一下，这晋子元他是不是要疯了？臣有事启奏。高将军，不要因为你跟陈天一关系好，你就包庇他。我怎么敢包庇他呀？那你怎么老打断我讲话啊？ 所相，军情紧急呀！哎，对，黄河的事情现在已经在处理了，毕竟这是自己家里的事儿嘛，对不对？皇上，臣有京师六营的备战情况需要奏报一下。哎呀，所相，你能不能别转了？你是不是去趟蒙古给吓破胆了？这种事儿你也能同意？我吓破胆了？哼！
人家是考试考上来的，康熙24年保和殿大考翰林院詹事，哎，徐乾学1等，皇上要升他为内阁学士，还要让他出任这个大清会典、大清一统制的副总裁，还要让他注解全释皇上钦点的古文渊鉴64卷本啊，哎，暗指南书房伺候。对了，你要来你自己拦着去啊。哎呀，这个人没用，书呆子软骨头，皇上当面跟我提过，人家愿意修书你让他修去，对吧？我吏部不凑这个热闹啊。皇上就是说给他侍郎干干。哎，你要是反对，你自己单独上折子啊。哎，你这就同意了？哎，我能不同意吗？我还得把他请到我府上去，让他自己挑个布。他现在是红人啊。哎呀，不是说了吗，这个人不行，书呆子，成不了事儿。你就是把他弄进南书房，不用我反对，出不了3天他必惹大祸。你还嚷嚷的比谁都凶，还我把胆儿吓破了。你要是不乐意，你自个儿说去呀。这我反正知会到了。哎，对了，君父陈皇的事儿怎么说啊？皇上忙于战事，不就是挑下河吗？着什么急啊？你给我甩什么脸子？你说徐乾学上得来吗？那得看皇上。皇上他上来干什么呀？换马。富贵哪能长富贵啊？都小心点吧。拜见博格达汗，如太阳一般照耀天下，如雄鹰一般俯瞰草原。愿博格达汗的慈悲永远不要离开我等。这孩子是真用心啊，汉语说得这么好。起来吧，赐座。感谢博格达汗。这是朕的皇长子胤禔。我们在草原上听说皇太子是个精明能干的人。他是朕的长子，他不是太子。在诸多的皇子当中，他的年龄最长，长于武艺，精通兵法，颇骁其祖。他的箭射得比朕都好。这一听说噶尔丹叛乱，这孩子一直闹腾着要上前线，因此上轿来，今天跟公主见一面。有什么差遣，那是他的福分。这个不敢。是不敢打噶尔丹，还是不敢差遣皇长子？是不敢差遣皇长子，他是金玉贵重之躯。至于噶尔丹，父亲希望能听博格达汗的旨意，究竟要怎样？我们在草原上听说博格达汗不断地给噶尔丹加恩，大家讲，大概是噶尔丹兵强马壮，博格达汗也会纵容的。如果这一次博格达汗还不肯出兵，那么科尔沁部落只能一部分东迁，另一部分愿战死在土地上。你是不敢说实话，你们觉得朕怕了他了，觉得朕会任由噶尔丹继续闹下去，分裂草原，觉得朕年纪大了，心气儿不如过去了。他图克图汗有个好女儿，朕难道就没有一个好儿子？胤禔，你讲给他听。噶尔丹肆虐蒙古各部，意图独立，这是绝不能容忍的。之前给噶尔丹的所有赏赐，都是为了劝他迷途知返，与各部落和睦共处，勿动刀枪，勿抢牛羊。可他一意孤行，近日又勾结外敌，皇帝绝不再忍，是以皇帝决定出兵。日前正加紧在西山练兵，必将以雷霆之势大破敌军。我奉旨任前军主将，这一仗为公主之命，愿聆听教训，面受机宜。
原来博格达汗早已经开始练兵了，是我说错了话，愿受责罚。真正要责罚的是朕。朕一直觉得，噶尔丹虽不是老实人，但是他是个聪明人。他抢你们的牛羊，朕就多与他一些，希望他能够明白朕意，不再兴兵。可是没想到啊，他竟然勾结外敌，意图分裂。这就不是一家人了，是贼。之前平三藩收台湾，大修黄河，耗费了不少的金银物力，现在腾出手了，朕必定要亲自讨伐。古人云，兵者凶也，想要一战必胜，那还需要好好的筹划，好好的训练。你就留在京师，把图格图汗也接过来，剩下的部众呢，退避三舍，等到粮草和兵马都备好了，务要一战成功。感谢博格达汗，感谢黄章子。他未建功，不值得行礼。去吧。哎呀，寨主子走了，今儿啊受罪不小。那是阿玛自谦了，小小噶尔丹哪能挡得住朝廷的大军，岂不可笑？你真这么觉得？你不要朕意板着脸，你就怕的什么样子？这样不好。我知道有很多人在教你，但你得说真话。有人说，阿玛一定会打这一仗，而且一定会打赢。孩儿只要跟随其后，就不必操心了。谁说这一仗会打赢了？大家都这么说。之前平三藩时，朝中不知道多少大臣，都说阿玛年幼轻率，结果阿玛打赢了。收台湾时又是这样。阿玛又赢了，大家说只要听阿玛的就行了。这话怎么听得那么耳熟呢？大家是谁呀？你舅？不是，不是我舅。朕是想告诉你，你舅舅那个人是琉璃弹，大家都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建功立业，哪能唯唯诺诺啊？嗯，朕今天就教你一个道理：天底下没有必胜的仗，你好好回去揣摩揣摩。这。阿玛，真不是我舅。朕知道。朕是说，你别学他讲话。他那些治民理财的本事，你倒要好好学学。这。没有啊。朕跟儿子说话，怎么朕倒是紧张些？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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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慢点儿，皇上，快点，快点，皇上，皇上，您慢点儿，皇上，姑姑不太姑姑，你带我去吃酒啊，姑姑不带姑姑，你带我去吃酒啊。皇上，快起来！快！你看，
不不不，太姑姑他们在那儿吃酒，他们不带我。你去跟他们说，你说什么呢，姑娘？吃酒。雪爷，你阿玛他恨我，他们吃酒都不带我。你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吃酒带我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姑娘。雪爷，雪爷，你跟他们说。真是。你看，雪爷来找你了吗？ 阿嬷，阿嬷，我是玄烨啊。阿嬷，您醒醒。阿嬷，您听见了吗？阿嬷，您醒了。 这么大人了还哭，有意思吗？您把我吓着了，我怕得要命。我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被你吵醒了。我吓成这样，你还做梦？你梦见什么了？我梦到啊，和你阿玛在一起吃酒。 太宗皇帝也来了，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园子里，大雪把门都封上了。我一边吃酒一边想，你要是见不着我，得着急了。对不起。 可我又舍不得走。您别这么想，哪有这样的事儿啊？那您喝水吗？苏麻辣锅，去取茶来，我要跟阿嬷一起吃晚膳。您弄点热汤面，软一些的。阿嬷，哭什么呀？<笑> 这么大人了，还好意思哭？不哭。阿嬷，唐斌先生说，太子他现在的文章做得很有样子了，他还写了一笔好字。嗯。我刚刚来的时候，外面的雪下得好大呀。阿嬷，一会儿用完膳之后。 我陪您一块儿出去走走啊！您想去关外吗？我陪您一块儿去圣京啊，然后带上太子，把所有的孩子们都带上，让他们也看看咱们老祖宗住过的地儿。就咱们一家人，热热闹闹的，咱们在那儿过个除夕。还有啊，老七现在啊，已经会背几十首李白的诗了。 我跟他们说啊，等到除夕的时候啊，让他们挨个给您说几句吉祥话。那是你们这辈人的，我轮不上了。我老了。您不老，您别这么说，您哪儿老了？您不老。我困得很。 阿嬷，我困了。阿嬷，您别睡，阿嬷，您。
阿嬷现在在哪儿？他们还在持久呢，你阿嬷不会原谅我的。 列宗，过往神灵，天地鬼神，一切能听到我说话的，请静听。我，玄烨，愿意减寿，换我阿妈的健康，换我阿妈的阳寿。再加10年、20年，你们想要都可以拿走。 我只要我阿母健康，我要我阿母回来，我要我阿母回来，他不能走，不是今天，不是这个时候。 见自己啊！这一宿一宿来回在宫里走，白天还有朝会，这铁打的也熬不住啊！太皇太后病好了，她也不乐意看见您这样啊。她病好了？奴才说的不是这个。 你这孩子，在宫外嗓门那么大，进来了，怎么一句话也没有了？我去祖宗庙了，我在那儿起誓，让他们答应我，您会一直留下来陪我。他们答应你了吗？朕是皇帝。 宫里呀，曾经有个小丫鬟，在市场上买回了一把西洋镜，我说让我也照照，我一照啊，吓一跳，那镜子里那个老太婆穿了臃肿的衣服，坐在那里指手画脚，令人生厌。我心想。
我当年从科尔沁嫁过来的时候，我不是这样的呀。老天爷啊，必让人先变得丑陋，才不会惧怕死亡。皇帝，你莫要生事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有几句话说了心里才踏实，你听好了。是。我观历朝历代，创业容易守业难，太子能立则立，不能立就重新选优，这是头等大事。孙儿会细心地把他们教导成才。狼群之中要立狼王，必有血战，拔得头筹者才有能力保护狼群，靠个人偏爱必出祸事。人都是自己成才的，难逃本性，这个话你也要记住。是。还有流水不腐，你呀最大的毛病就是念旧情，不杀大臣可以，但不能不换大臣。一个人在一个位置上待久了，难保不起惰性。皇帝呀，天下之大，哪里都有人才，你要小心被蒙蔽。孙儿记下了。你还想问你阿玛和额娘的事吗？咱们俩为这事儿纠缠了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告诉过你。我要死了，知道这件事情的就没有别人了。我很快就要见他们了，对你总要有个交代。我不问了，再也不问了。恩怨是非，到了生死相隔的时候，一切都是妄想。阿梦，我不想他们了，我再也不想了。说到恩怨，当年我强行立昭妃为后，我做错了，我去地下守法。皇帝，从今往后，按你的意愿活着。我不要，我要陪着你。我说过，朕是皇帝，谁也不能把你带走。我不会让他们把你带走。痴儿，痴儿，痴儿啊！我一生爱洁净，不堪之处不喜欢让人看。你要真对我好，就快点走。
皇帝。大冷的天，你怎么坐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哭了？你别哭了，快把帽子戴上。现在不冷了吧？不冷了吧？皇帝万岁！皇帝万岁！皇帝万岁！万岁！世上最疼我的人走了。